河美福德宫在新林主委谢明杰的指导之下，北顺廖境新北市、新竹县、台中市是顺利圆满，并且回祖庙中华无底庙镇南宫进行年度交香的仪式，受到各地乡客热情的欢迎，并且祈求所有信众平顺幸福。河美福德宫的北顺廖境自出发进前就进行祭天仪式，所有干部以及委员拢到现场观礼。即个北顺幼宫廖境，包括新增中港福德宫、新竹县新丰乡平顶屋福德宫、台中玉子向德圣宫等等，会场主甲中华无底庙镇南宫高香，因都拢受到所有信众以及幼宫的热情欢迎。托你讲，配合咱北顺哦，要甲来咱北部幼宫哦，大家来交流，啊来祈求吼。咱跩游客啦，行到游江市场吼，阿家平安吼，事业顺顺吼，大赚钱啦吼，啊，嘛，互咱发展强吼，啊，行路快，交配路快，发挥路快，吼，互跩信众吼，来有求必应啦。啊，咱这边遮个呢，游客非常的多吼，信徒非常的多。啊，即摆现任的主委呢，啊，社民建设主委呢，啊，接任落来，要落去北顺吼，要落去甲游江交流，要来祈求咱的国泰民安，啊，风调雨顺吼。啊，所以呢，若准伫咱今仔来咱罗美伫镇内所有的善男信女呢，若有闲，啊，咱福德宫是非常，福德庙也非常非常的灵验吼，有求必应。啊！若准咱初十五拢会用来遮参香拜拜吼，啊，咱土地公伯啊，绝对袂让咱遮的信徒来失望吼。啊，若希望讲吼，啊，咱无比近来，啊，咱遮的居民呢，啊，咱遮算咱的信仰中心啦吼。啊，伫咱社民界甲咱啊委员会啊经营之下呢，啊，即个啊庙宇呢非常健全，希望啊咱遮的信徒大家拢来遮甲参香拜拜。河美福德宫北顺廖境已经是第三年，河美福德宫联合主委也是代表会主席的林金忠跟新北市议长蒋根煌不然是外贴的，两个人也因为有宫参访带动两地信众的联系。福德宫回程到中华镇南宫高雄了后，回去河美立庙安坐，因为乡会延续数十年也成就河美福德宫乡会振兴。新中华新闻蒋代静河美采访报道。